今天是补班日，瑞穗乡妇女会在县议会支持下举办了卡拉 OK 歌唱比赛，报名参加的姐妹们不仅相当踊跃，个个都盛装打扮登台高歌，成为一场赏心悦目的歌唱比赛。透过镜头来看看。瑞穗妇女会卡拉 OK 歌唱大赛，各个参赛者有备而来，从服装、舞台走位、歌唱手势，样样精准到位，专业度不输给知名歌手。不仅国台语歌，还有客家歌组别的比赛，每一位参赛者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，虽然有些紧张，但登台高歌时台风稳健，台下评审拼得伤透脑筋。县议会也常年支持妇女会的各项活动，今天的歌唱比赛，县议会副议长潘月霞也专程到场，为每位参赛的姐妹们加油打气之外，也顺便听听姐妹们的好歌意。理事长很用心哦，每一年都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让大家舒展身心以外，还回去以后，哎，大家联谊一下感情，回去又把家里经营得更好更好，所以我觉得每次我来瑞穗乡哈，都是带着幸福回家的哦。谢谢你们把幸福也传给我。歌唱可以抒发情感，因此几乎全台老老少少都相当喜爱。这一场卡拉 OK 歌唱比赛，报名参加的姐妹们不分年龄，相当踊跃。三十多位的参赛者盛装打扮，法装完整，有如巨星般的霸气，相当竞争。今天最重要是说姐妹能够凝聚在一起，因为妇女会是瑞乡最大的优质社团，借着不一样的联谊，大家共同学习唱歌，大家一起欢乐，聚集一堂。今天大家你看那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大家出来欢乐。为了鼓励姐妹们参赛的勇气，妇女会也为歌唱优胜者颁赠奖金、奖牌及礼品，以资鼓励。希望大家都能踊跃参加妇女会各项推广业务活动，凝聚情感，尽情发挥女力。记者史玉兰，瑞穗采访报道。